那我们进去了吧。走，进去。你想吃什么？你告诉我。七八千块一斤呢、啊，去年二十一斤。来一口 chili， 给你，开始吧。你去哪儿了？脖子掉。你这是咸的。对他们说，刀鱼好贵好贵。清明节前吃刀鱼是刀鱼最好吃的时候。我们小点心的那个地方还放了一箱刀鱼供大家参观。这边参加他们的品鉴会啊，看一下这是他们的菜单。哦，前菜什么鱼子酱、鲜鱼皮。白切鸡、荠菜、春笋，海鲜的话，今天有小青龙；热菜的话，有刀鱼；霸王别姬是什么？还有精品羊肋排，还有馄饨；甜品的话是甜酒酿。终于来，春到丛林，道道真鲜，刀鱼子酱会。是丛林的本地的一种菜，叫青瓜。这个金瓜这个丝不是切出来的，就是弄一弄晃一晃它就成丝了。对，崇明的特色。这个刀鱼啊，从海里面啊，出海里到长江口，第一站是到崇明岛，然后到江阴南通，到南不能站是叫铜陵，安徽铜陵都。很悬殊啊，真的吃很久，狮子头是配那个崇明米酒，就有点算了，不喝了。在下面已经加工的就是差不多了，那上来的时候我们要收一个汁，收好汁之后呢，我们就现场帮您上的。下一道菜叫霸王别姬，是甲鱼，主要就是很好。看不清楚，它就有点是在里面的那个。然后我们就吃完了。